我们的水源地，这个水源地是老部落不用来出屯那地方的老人家都会来这个地方接水，接水之后再往上面走，这边的水源是一年四季都有水的，七八月水量是最丰沛的时候，其实爬上来很舒服，然后这边七八月时候还会更漂亮，水还会蓄很多。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山猪的路，很酷。